无名国际的拱天宫白沙屯妈祖，这次又再次来到南投绕境示福。其中绕境队伍来到草屯镇保安宫时，庙方更是用心安排阵头迎接妈祖的莅临。这一次活动啊，很难得，我们可以邀请到南白沙屯三妈祖，还有我们的西罗镇南宫玄天上帝，还有天上圣母，我们的台中西安朝天宫的白沙屯妈祖，还有我们草屯玉天宫天上圣母，跟我们新北联谊会的白沙屯妈祖，这么多神教这么多妈祖啊，共同来我们南投示福哦，一定南投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平安。绕境队伍不仅白沙屯妈祖而已，还有来自各地的妈祖庙共襄盛举，场面不仅隆重，更吸引将近500名信徒，十分盛大。因为我很爱妈祖的啊，我的主委甲议员嘛足好的啊，是阮足诚心要甲迎接啊。因为白沙屯妈来遮，就是甲别个妈祖无共款啊，伊就是特别足老的啊，拢无啥物意味，阮会感觉对心肝底看到足兴奋的，想要哭啊，足激动的，都唔知安怎就事实了影啊。我昨头一日看到软桥口，我都已经哭出来啊，就从内心就这样感触到这样子啊。县议员庄世杰不仅到场共襄盛举，更祈求白沙屯妈祖能够庇佑地方，事事无灾，更希望这样子的宗教文化活动能够持续举办，庇佑南投县。真欢喜哦！啊，看到咱这侪信徒吼来供应吼，咱白沙屯吼光天宫三妈来咱南投地区草屯地区这绕境吼，啊，保佑咱这地方的人士、地方的百姓吼，啊，大家安尼身体健康，安尼。哦，看了真好，因为咱南投县是无外海，啊，所以妈祖庙有较少一挂，啊，遮个一挂较信妈祖，遮个信徒吼，嘛真欢迎讲吼，这种圣事安尼样来咱地方来绕境安尼吼，保佑咱地方平安，啊，大家身体健康。山海在南投，众神佑中台，拱天宫白沙屯妈祖再次来到南投县绕境致福。希望透过绕境活动，能够让南投县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事事无灾、五谷丰收。记者刘永胜草屯采访报道。